我需要靠近一点。
他太远了，我不在距离之内。 看到那些马了，好一定会很棒。我为爸爸感到骄傲。我们经历了漫长旅途，但现在终于到了。在开始之前，我要先准备准备。等我一下。好，也拖够久了，我们去找一匹最完美的马吧。 朋友，可以过来帮我选马吗？一定要最完美的马才可以。这匹怎么样，爸？不行，小马，这匹不太好，它有点太不稳定。对，不稳定，我怕稍微动一下，它就会吓到。这匹不错。不，不行。 这匹我不能骑，它太活蹦乱跳了。看看这步伐，我这把老骨头真的经不起。我喜欢这匹最漂亮，对吧？这匹马不适合我，儿子。你看看它打量我的眼神。 就想要把我吃了，爸，够了，我们已经拖得够久了，你快骑上这匹马。好吧，孩子，就是现在了，朋友，你可以帮帮我吗？ 爸说，有时候大人也会害怕，你会怕吗？好了，我们回头见。好，乔马，带我去训练场吧。希望我这一次真的可以马到成功。爸，你做到了，抓紧啊！ 好，我好像真的可以。我还是不行，太快了！我一辈子这家伙根本失控了！别放手！别放手！别放手啊！等等，乔马！ 乔马，我做到了！这种自由的快感，爸爸，你做得真好。
幸会，幸会。保持冷静，继续前进。近一点。我不在视力范围内。
有听到什么风声吗？稳定向前。很高兴能认识你。你先忙吧。
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我需要靠近一点。
我需要目标。 在距离范围内。 太远了。
喂。 祝你的船能避开所有险境，祝你安好，祝你一帆风顺。
太远了。在距离范围内。
我能为你做什么？航行顺利，祝你安好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喂，风暴要来了，我能感觉得到。我很忙哎。先这样吧，再见。这可怜的家伙死很久了，我们往东方找补给车吧。这家伙好像不太聪明。看来他们被拖往那个方向了，在西北方的冰川上。太远了，
哎，要永远看向大海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以总帅之名祝福你，朋友。祝你一路平安。我需要目标。这斧头是我们的，看来是这边没错。
这是我们家的背包，看来找到正确的地方了。回去工作吧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我不在第一范围内。有事快说，我们空中再见了。很忙哎，先这样吧，再见。欢迎加入粗博帮。要靠近一点。
祝你安好。潮汐从来不等。有什么内陆的消息吗？它太远了，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愿潮水指引你，潮汐往复。色洛德，只等我。别再拖拖拉拉了，我们还在等你祝福。请冷静，大家快冷静。我们在洛莎琳，抱歉，要请你再等等。我们今天有比狩猎更紧急的事要处理。浪潮欢迎你。只要聆听潮汐的声音，就可以更了解这个世界。我来给你大海的祝福，希望你接受海洋温柔的怀抱，成为浪潮的盟友。哦，古白瑞亚的羽毛啊，你吓到我了。欧克雷，武器到底来了没有？可以的话，我想尽快出航，这根本就是浪费时间。我需要靠近一点，再给我几分钟就行了。罗莎琳，有了强化鱼叉，你一定能很快地打败对手。它太远了。
要靠近你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他太远了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们随时能面对任何挑战。瑟洛德，我们不等你祝福了。我侍奉浪潮。我们要出发去杀海怪。欧克雷，我们走吧。
一艇队在等我们。伟大的海洋啊，请安慰吊点码头的病人和受。冷静啊，海洋之子，必须相信大海，大海会给我们解答。跟古鲁摩的朋友有很多生意做啊。祝我们的朋友好运。想喝杯茶吗？我能为你做什么？航行顺利。他太远了。我能为你做什么？想喝杯茶吗？愿潮水指引你。愿你的航行一路顺。我会到城里到处看看，希望城里的人都没事。
需要靠近一点。王二比，怎么回事？司陀宋恩领主在哪里？斯罗德说了，你也不会相信，这是大灾难。千万别离开海洋。嗯。我先回岗位去。我不在距离内。
选定目标。布兰农，你这个太直了，你阻止不了我们的计划。别再胡闹了。我需要目标。捡回沉默。陌生人，谢谢你救我。康威那些人一下子就掌控整个村庄，我完全措手不及。拜托，可以带我去找阿尔比吗？他一定很担心。叔叔派我管理这个村庄，让我尽量多累积领导人民的经验，但没想到，这里的工人都是我的错。选定目标，我会守护吊点。陌生人，谢谢你救我。康威那些人一下子就掌控整个村庄，我完全措手不及。拜托，可以。
可以带我去找阿尔普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他一定很担心。布兰农，干嘛？大人，你还好吧？发生了什么事？好吧，只要聆听潮汐的声音，就可以更了解这个世界。因为我太没用了，这个村庄被邪教组织占领了。你知道的，都请跟我们说，大人。欢迎你，我们需要尽可能收集情报。我想，好吧，我应该准备好了，还是可以补救的。一起队准备就位，这些怪兽跟我们之前遇到的都不一样。
我得尽忠职守。他太远了。离岸边越远，海水的呼啸就越尖锐。我可以感受到海潮的痛苦，这是很坏的兆头。那我再跟你说个坏兆头吧，这个海湾呢充满怪物。你是说海中的生物也被腐化了吗？毫无疑问。我们一定要找出污染的来源。我必须证明自己的能力。瑟罗德修士，斯托松根领主，还好你们来了。我会尽力而为。我们正好需要协助。我侍奉浪潮。喂，干嘛？别只是出一张嘴。要是没其他事的话。你跟得上吗？准备好要干点正经事再跟我说。他太远了。我没有目标。我需要靠近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需要目标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选定目标。南瓜。
他太远。需要先选定目标。先选定目标。我没有目标。他太远了。
我需要靠近一点。只要聆听潮汐的声音，我会守不掉，我们会把跑太远的海怪通通消灭。船长做得好，只要能控制住，就能争取时间阻止腐化。海潮开始平静了，也许我们的朋友快成功了。希望是这样，没错，又有东西往这里来了。什么事？我还要去抓海怪。你准备好了就跟我说，时间不多，怪物可不会慢慢来。我必须证明自己的能力。我们随时能面对任何挑战。深海恐兽受到迪普瓦登的黑暗主人摆布，或许连义挺队的人都没办法解决。义挺队，别后退，让那家伙知道我们的厉害。能避开所有危险。海怪死了，义挺队今天的战斗会成为传说。朋友做得漂亮，以后随时欢迎你过来一起狩猎。你先搭施救兽回钓点吧，这里交给我们就好。浪潮欢迎你。没有人告诉过我领导人民钓点获救了，但我还是很不安。迪普瓦登虽然聪明，但就算是他，本来也没有这种力量。迪普瓦登他一直很聪明，但我没想到他会去碰这种魔法，竟然能控制连大海都惧怕的力量。
我必须回家一趟。叔叔跟司陀送往古地的浪潮贤者，或许知道更多关于这种黑暗魔法的事情。盟友，谢谢你，你救了整座村庄，也让我变得更有勇气。阿尔比，瑟罗德，请帮忙重建吊点，我会尽快传消息。以总帅之名祝福你，朋友。
这里很少见到陌生人，腮红。爸爸常说我没有水手的样子，但我明明就有两只手啊。我需要靠近一点。
我喜欢兔耳朵。